现在很多是第一次来的，第一次来举手。第一次来举手。这个单元我们这没有。我没有第一次、啊。你不是第一次吗？哥啊，哥第一次啊。哥是第一次。对。哦，你先是嘉宾，第一次。基本上，如果那个歌词你不会翻的话，你可以用谐音。比方说，它是一个蛋，蛋是个蛋。蛋是个蛋。啊，那你可以用 egg。哦，可以哦。egg。对，类似这样。别的方法啦。一个字一个字啊。是个是线。那上次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歌词，你们猜一下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好。Goose。故事，Beauty， 美丽 ，Song， 歌 ，Three days， 三天，这是哪一首歌？峨美歌三天，峨美歌三天，峨美三月要蝴蝶梦。好，我把 Song 先换掉 ，Happy， 开心快乐 ，In Taiwanese， 欢迎，峨美送三天，我几送？就是那一只鹅啊，它不爽三天了。我你送三天，送三天，我你送，我你送，我你送三天，我你送三天，我你送三天。讲那天把我笑死，故事，峨眉送三张了。好，欢迎两队成员，首先欢迎成人队的张文琪、夏雨欣同学、小优姐姐、我侯昌明哥哥。来这边请，来哪个理财高手？不好意思，哎，好厚，要跟大家学习这样理财超有钱，对，看侯昌明如何赔光千万积蓄。哎，以前曾经赔过，被骗过，负债200万，再从谷底爬起来，爬到现在，现在已经有了，完好无恙。才负债200万，你敢拿出来说？不要讲，来哥，负债200万，不是，是赔掉千万积蓄，然后再负债200万。这本书有什么特色？这本书呢，是我集了毕生理财的精华，全部灌在里面了。不管是股票、基金、保险啊、房地产，那么厉害，你都懂啊？也不能说都懂，股票、基金、房地产你都晓得。以我们所见所闻呐，我们把它放在里面，先提供给大家。算是基础还是算入门，还是算进阶？我觉得算基础偏入门，这样稳定的获利超有钱。好，来恭喜侯昌明，谢谢。陈哥，我们战友们，我们两队的话，现在已经很优，优是小优，优小优大优啊大优小优，但是我觉得夏雨欣没来猜，我们两个猜，我也紧张。你有在唱 KTV 吗？没有哎，没有。侯昌明没有用了，我有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只能说你尽量讲，我尽量翻，翻译他尽量猜。你两队的阵容帮他弄了呀。不要卖手表，真的。好，来了，准备好。OK， 来准备。好，善用那个合作，好，来。合用就拿回来。开始。好，开打。这么简单的歌还卡关，难怪奶哥不想录啦。Don't ask， 别问。Don't say， 不要问，不要说。我没有那么沮丧，对不对？首播开出红盘的《慧眼识英雄》这礼拜又来了。慧眼识英雄，谁啊？我是小明，我是小杨，好可爱。那我们来玩猜拳，我不要。你不要哦，好难哦，这个我请分难。您绝对不能错过了超精湛演技的慧眼识英雄，带鬼要登场喽！天才冲冲有奖征答来喽！记下每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并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！